容易看出来，想要练出一字马，不同的人需要的时间不同，多数人天生身字硬，想要练出来是很难的，并且开始，教授上来就是转身腿法，又接了一个360度回旋踢，这下踢得太高了，走走，
上来十秒钟不到已经使用了两个转身。好，继续。裁判警告卡瓦兹要服从命令。这个不给卡瓦兹出招的任何机会啊。蓝正反谁说和电梅流流打孟婆逍遥电我黄生可。我们知道的人都知道你是在格斗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跳街舞。卡瓦兹迄今为止还没有出一拳啊。卡瓦兹地扫，教授一个跳步震蹬啊，有点像踹，这一下又没有踢中，又倒地。好，教授终于出拳了。哇，这个非常明显的跆拳道招式，再接了个转身腿法。卡瓦兹要近身拼拳。哇，这个招式啊，多少有点尴尬。Ivan Shikan from Belarus tried to knock him off top spot, but this effort would only be good enough for the silver medal.